用查表法来查这种累积分布是上一个世纪用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世纪不应该用查表法，应该怎么用嘞？在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的 R 软体哦，它可以做，比如说我现在做常态分布，我来查常态分布，我查常态分布，比如说 denom，然后呢0.5好了，它是多少？它的几率密度是0.352063啊，这是它的几率密度，请注意。NORM 代表的是 normal distribution，就是常态。前面的 D 代表 density，几率密度函数。OK，那在 R 软体里面呢，有四个字首很重要。第一个是 D，就是几率密度函数。第二个是 P，pnorm 0.5，这是什么呢？累积几率分布函数，也就是刚刚你看到的那个表。的意义就是这个 pnorm，OK，常态分布的累积，OK，累积到0.5的时候是0.69，OK，那我们可以画图来看看哈，我如果克服 denom 会是这个样子，诶，不对，这样范围不太好，负号，OK，克服 denom 是这样，但是我克服它的 pnorm 呢？pnorm 呢，把它加上去，颜色等于 green，啊，哇，太高了，好，那反过来好了，先不要用 ADD，好，这样这个，然后我再去用。这一个好，这样就好一点，因为范围的问题，这个范围比较高，所以刚刚超出去。那这个是几率密度，这个是累积，OK，绿色是累积，看得出来吗？所以其实它是它这一个常态分布的累积，好，那所以 pnorm 是累积，qnorm 呢？qnorm 是倒过来就是说，我想知道在到了%多少的面积的时候，它应该在哪一点？到%多少面积的时候是在哪一点？这个是 qnorm 啊。那 qnorm，譬如说我想知道常态分布的标准常态分布的0.025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要找的嘛。标准常态分布的0.025是-1.9599。64，刚刚各位查多少？-1.96，对不对？OK，所以这个就是直接用 R 算出0.025的那一个点啊，用 qnorm。那 rnorm 呢？rnorm 就是随意取几个随机变数啊，这样 rnorm。所以 D、P、Q、R 这四个字首。请记得在 R 软体里面，D、P、Q、R 这四个字首，每一个的意义、几率密度、累积分布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取百分位数，百分位数的点，然后这个是取乱数，OK，random，所以这四个请你要会用。那我如果今天要查像刚刚的，qnorm 0.025，qnorm 0.975应该是多少？qnorm 0.975就是1.96嘛。OK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查的那个。那如果我查0.99嘞，0.99应该就是刚刚各位所应该给的答案，2.32。那0.01嘞？0.01-2.32，OK 啦，啊。那刚刚还有查卡方分配，对不对？卡方分配 CHISQ 啊，这是
CHISQ 对，叫卡方分配啊。那但是我不太会用它，我们稍微问号查一下啊。卡方分配必须要有 DF， OK， 所以这样看了就会用。那卡方分配，我今天要查它的那个0.01的地方 ，OK。DF 等一下，0.01，然后 DF 等于多少？DF 我们刚刚卡方是查自由度多少？十吗？十。OK， 那应该是2.558/21。OK， 那如果我查0.99 ，OK，DF 等于十，应该是23.2。OK。那如果我今天查的是 T 分配啊 ，T 分配就 QT 啊 ，T 一样，写法应该都一样啊。QT 0.99是2.76 ，OK，QT 0.01呢，-2.76啊，所以 T 分配也是对称的，卡方分配没有对称啊，卡方分配都是大于零的 ，OK， 这样清楚了吗？好，所以如果未来你需要查表，如果你考试的时候大概也只会给你表，不可能给你 R 软体去算啊，那这时候呢就请你要懂得怎么查。那如果今天你有电脑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用这样子查了，就请用这样子直接打个字就好。好，这样 OK 吗？那这个呢我就把它剪下来贴上去好了，放在刚刚那一题的后面。3.0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。卡方的0.99是，你要看它自由度哦。自由度是20诶、欸、哦，我刚刚这个 T 自由度是 10， OK， 然后你说它是多少？ 43.0 啊、哦、0.99 是 43.0 吗？我看一下哈，卡方的 0.99 根据我们的课本，卡方的 0.99、哎0.99卡方自由度10 23.2 好、哦、上面题目的自由度是24，所以我这边弄错了，我不是用24、哦、所以自由度要注意哦，自由度不一样答案就不一样、哦、所以这一点10的话是 23.2 没错啦， 0.99、哦、那如果是24的话呢，0.99就是 43.0， 所以是差在这里，自由度要注意啊。好，那我刚刚题目出的是卡方是24哦，所以我们再算一个卡方24的补上来啊。卡方24的 DF 等于24，好，42.97哦，大概对了哈、哦。那01。10.85、哦、所以这个再给它补上去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很简单了、啊、好，这样子就完成。好，那至于查表的跟 R 软体的、欸、各位都要会。那啊，哪一个才是答案？你仔细看自由度就知道哪一个是答案了。哎，好，分辨一下自由度，对一下，应该就知道哪一个是答案。那我们就不帮各位去直接塞，把答案直接塞进去了。你应该看得出来哦。如果看不出来的话，就再问我好了。好，好，那给各位试一试，你自行操作一下 R 软体，自己用 R 软体进行查表，好吧？那
你可以试试看 0.95 0.99 0.01 0.25 0.025 是多少，好，那各位试试看吧。